让我们有请奚美娟、吴刚、周星驰为获奖代表颁奖。有请三位颁奖嘉宾，在这里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，周星驰导演呢，特别想为孩子们来颁发这个优秀少儿影片奖，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少年儿童观众才是我们祖国的未来，希望孩子们能够看到更多优秀的影片，走进光影的世界。那我们也祝周星驰导演能够永葆童心。谢谢我们的三位颁奖嘉宾，谢谢三位。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为他们响起掌声，祝贺他们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三位颁奖嘉宾，请三位颁奖嘉宾移步就坐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获奖者代表发表获奖感言。非常感谢华表奖组委会和评委会给我们旋风女队的鼓励，也非常感谢中国电影集团公司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、海南一品天成影业公司的出品的这部影片。我希望还有机会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儿童电影，奉献给广大儿童观众。谢谢。谢谢，祝贺旋风女队。这是我的城市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荣誉。